开始吧。小婷姐挑战的是呢，不用秤，然后不用模具去制作一份泡芙。啊，对我这么苛刻吗？这是我的首秀啊。差不多吧，25克，57克的牛奶。对，感觉到这里吧。嗯，那边是多少来着？这边是35。可以从我们的状态上来看，就是我们的材料其实称出来是不一样的啊。是吗？对，你看我的会比较硬，你的会比较软啊。是吗？哦，好像是。哎，那这样的话就是我的黄油稍微多了一点。对，你的黄油会稍微多了一点点。这个过程一直在吞口水。后期可以给我配音。现在呢就可以刻酥皮了。我这边呢是有一个圆形的模具，嗯，然后婷姐呢你可能是需要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刻一个圆了。这要怎么弄？哎，叮叮叮，这个办法很棒。哎，你可以自己剪一个口。你要不要指导一下？剪一个小一点的，对吧？剪一个大一点的，小一点挤不动了。对，可以。我刚才那个酥皮很大，我是不是要挤大一点？你要挤大一点点，跟酥皮差不多大小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口是不是小？ A few moments later， 可以把边角料小的掰一掰也盖上去。嗯，我有点惦记你那边的。我给你，赏我两个，谢谢。不客气。哎，期待一下吧。好，丧萌丧萌的。对对，虽然做的很丑，但是也要拿回去跟大家一起分享。好的。哦，原来不是老师要难为我，是你们。是萌萌，是萌萌，舒服吗？办卡吗？知道我今天的毛衣哪来的吧？到底是打台球比较辛苦呢，还是打工人比较辛苦呢？都不容易。累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人的。加油，打工人。前女友，哎，这里，这里，坐坐。你看，你看天霸那个眼神儿。哎呀，这个队形好好啊！嗨起来，孩子们，开饭了。黄天霸，你怎么了？嗯，蒙圈了。最近上火呀。走。走了走了。我们这边的这个小柴啊，小柴，对，我们这边小柴是有全职工也有这个兼职工，对吗？对的，我们这边平时也会有一些上海的其他的柴爸妈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过来打一天的临时工来体验一下。嗯，对，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工作了一天，我也觉得真的很不容易，然后辛苦了。没有，打工人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就这样了，我们上3楼。正常我们练射箭的时候。 2 hours later，
开始喽，首秀。对，这个肩膀就贴着脸，然后这个贴着脸，下巴，哎，对，哇，好难啊！然后用那个小星星点瞄着，好难啊！手右手再往下，这样，对，在下巴下面，对，哦，这样子，对，所以你刚才的箭射的我有点感觉，对你刚才是贴着那个，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有点感觉，然后你在下巴这儿射的位置是刚好的。哎，我看别人可以，我自己就。丁姐，你在干什么？拔剑啊。哦，是在拔剑吗？对啊。真的吗？对啊，你看我打的。哦，好厉害哦。在啊，在啊。哎呀，真的在拔剑吗？刚刚。对啊，对啊。哦。这好像是个小区嘛。真的是这儿吗？怎么越看越不像？哇塞，好难找啊。我开始咯。 Round 1。 你们看我是不是特别傻呀？我喜欢住在旁边的你，哇，你在我的巴黎。 Round 2。 我这是在脑血，我感觉。哎，嘿，哦，哦，哇啊啊啊！Round 3，七分钟的时间，中介银行把劫匪干掉。哎，这是谁啊？对，你别对我，吓死我了！哎，我好像牺牲了，是不是？被劫匪 game over 了。我觉得我能赢。这大巴车上是不是还有车？我看到人了。后边站的这个，过关了，过关了，一个人把这关打通了。结束了吧？